还是想玩抓人，摸瞎子吧。对，瞎子摸人是第一项。方向感了，现在我在这吧，就别发出呼吸声。你先转，还没开始转呢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赠你们两圈。这是个，我先确定一下方位。能找到，告诉他一下，他一会儿在这底下找半小时，不会吧？哇，你们这把隐藏的好好。